我回了，看呀，黑摩萨，黑摩萨，可以。这把他们全都跳哈普，咱们跳黑摩萨一点毛病没有。先苦后甜，嗯，先抑后扬，嗯，这把该甜了啊。一苦思甜，没人，没人，兄弟们，没人，没人，没人，兄弟们，没人。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把没吃呢？三把第二，差一点点。兄弟们，咱们还有一个小时机会啊！这一小时不是今天的。没有，你们珍惜尹哥吧，尹哥做一休二现在。没人，真没人，真没人。这地儿挺肥。黑摩萨，黑摩萨。这把如果说咱吃鸡了，我记引个一半攻啊，地方选的不错，挺满意啊。这地方大肥点。我操！垃圾箱根本就不看，直接走。尹哥，确实肥。肥吗？确实肥。怎么说？我这有九八 K 啊，尹哥。行 ，K 二是什么来着？刚才说是死盖儿，是不是？死盖儿。对。死盖。哎，我是用自动装填步枪还是用九八 K？ 我有 M 二四了。你刚才的状态，九八 K 状态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可以。九八 K 还行，九八 K。而且你一动把还击中了，对吧？我觉得不错。哦。九八 K。我咪咪到位了，这把我乱点。谁在狙？我。K 二不能用 K 二，是不 K 二垃圾是吧？多一个步枪，枪口有人要，要，先给你拿着，不要了说。我捡到了垂直握把，有人要吗？垂直，垂直握把太多了。我步枪枪口不用了，我垂直握把也不用了。咱们这把把我一股绳了啊，已经有高倍镜吗？开始了，没有。现在咱们好的开始。妈呀，太好的开始了吧！我都感觉有点儿。你这一股绳。我们接下来的难题是怎么进圈？有点舔不动了呀。这是谁？这位。随着我把没人要了吧？随着我把。我要。那我把随着我把扔了啊。反正对，可以，给我一个就行。这有个车，有没有人进圈？你等我。两人车。随之我有了，那个应该也不是那个要走。波塞班有人要吗？不要啊，但是你要不要随之我班？我不要。但是一点耐心反而没有，一点耐心反而没有。得早进圈，不然会被毒到的。毒你两下没事儿。咱们是屁股有吗？M 是屁股吗？我标的房间里面应该这块有他妈八个急救包，这有八个急救包，朋友们。我去。那你捡点啊！我们捡不下了，我这还有六倍镜，六倍镜你给我捡一个。我捡不下了，我给你标点了，这块有八个急救包和六倍镜，你可以捡来。走不走？走不走？尹哥，我有摩托。走不走？走。我们先走了，标点了啊！我们先走了，回来有车回来接一下。啊，有，给你们留了一辆。我标的这块儿，你个蹦吧。OK。
后塞板是不比子弹弹有用啊？我不能理解，蓝圈甚至还有4分25秒才说完，他们就开始走。我跟戴志走是为了保护他一下，我怕他。对对对对对，这我能理解，你一定是为他好。对对对，不，这个有点远，有点远。不是这个摩托，走，没有留本，没有留本，很难开。他为什么？硬币，你用的是跑车胎，可能是。这把这 F4 不过时，因为装备都齐，老稳了。你们谁能给我带个扩容啊？没有，本来有，但我没。我靠！我给你标了这么多好东西，你都给我带个扩容。蓝圈到现在还没到咱们落那儿。现在是熊哥在开车还是少将在开车？熊哥。这漂移可以啊，就这不是那个下水道跑法吗？这个还不等他一下吗？等他一下吗？啊，我们过先过桥啊！你要去哪儿啊？这是过桥。这左边有人打架，快！对，别那个打架。英哥，坏了！英哥，他是怎么你妈八个人啊？不是，英哥，我就说你别这么早过桥。不是，英哥，他们八个人。圈是你先进圈啊！我进了。你们在圈里呢，为什么不等我们呢？哎，不是，那个桥是安全。劝过他了，不是，那有八个人。你还真敢跟戴志走？你们别去桥那儿，好吧？我们用雪的经验告诉你们。我们用灭的那把呀，他。不是那八个人在桥过去以后还是桥上啊？过去以后，八个人都在那儿。啊？你们俩看好。好吧，我跟小苏杀出一条路啊！你们俩从桥上开过去吗？别！以后这个车队我必须开车，你们谁开车我也不让了。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绝对枪杆。怎么说，尹哥？我让你们看我们的绝对枪杆。我绝对枪杆，你们绝对枪杆啊！好，赶紧的吧。让我看看。不是那个桥上八个人，那八个人就打死你俩，那八个人是他妈跑不了。对，那八个人没打。那八个人一起玩，属于是他妈的物理上组了两队，不打架就专门。那咱就过去举报他。是八个人吧，尹哥？没毛病吧？啊，不是，对，这个，好，哎。啥意思？怎么说，英哥？我都死了，我能说啥呀？你们要上桥了，准备？你看看人家，但是你看人家怎么就这拐一下呢？我也拐了呀。你先看，你怎么知道停这儿了？人家怎么知道？哎呀，谁知道这还有人堵桥，这么没素质的事儿啊？哎，他们人呢？右边。看不见，不是，刚才真有八个，你们问观众，真有。咱们过去。
我们不是摔车摔死的，你们不会以为我俩是摔车摔死的吧？你俩不会是找，但是摔车摔死的吧？你俩不是真有 bug？ 这块是一个关卡，这块呢，马上你们会看见一辆白车开过来顶住你们。不是，但是你是技术主播，你看那个上面那辆白，对，那个白的那个。好。不是啥意思？就他妈杀带士是吧？我操！人走了是吗？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看，他们八个走了，就为了杀咱俩吗？那八个人啊，他们连东西都没舔就走了，八个劲儿，啥意思呀？什么意思？就针对你俩？是不是玩具枪找了七个陪玩堵咱们？玩具枪他妈臭变态吗？不是，臭变态，这个臭变态，这你妈！玩具箱找你妈七个陪玩，连包都不填，八个急救包，俩芭比劲儿，我靠！这是我的呀，啊，是你的呀，啊，他们没填你们的，哦，这是我的包，啊，这个也挺肥，也没被舔过，啊，天哪，啥意思？人家说这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哎，车来，对面有台车。不是，他们为什么走呀？他们在圈里。凭啥呀？有车吗？就为了干你，我也是倒了血没有跟你一辆摩托车。哎，他们会不会是打完你俩？啊，哪儿呢？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从山上下来的。哦，那么远。你说对面有条有个车，我以为是河对面，咱走吧，进圈了，小总，走，就开前面这个白车。这车甚至满血，他们就走了，牛逼！这帮人为什么汽车呢？这他妈感觉出灵异事件了啊？怎么的？是打完代士他们就直接退油开下一把了，等着这个啥呀？就等着干代士，真是哎呀！这你们代士你不网暴他，这跟谁俩呢？这是啥意思？没太懂。那问题是八个人呀，刚才。对呀、啊，八个陪玩嘛。七个陪玩加个他，打完你就下线，等你们再狙你第二把。真妈行！那你还敢自己出去？你可真是……他就是我不听劝，对，不听劝。现在有八个人追杀你。我想着有我尹哥在，我们不是随便杀四个。我劝你别过去，当时。那谁知道八个人要四个，咱俩不就杀了吗？我劝你们劝了，你们当时说咱俩都。不是，尹哥，你记不记得刚开始有个人拿开辆白车横出来，桥头有俩人，咱俩开到山坡上出来四个，那俩人不可能瞬移过来，肯定是两队啊，所以八个呀。然后甚至他们连你们的八倍劲儿四个补偿器都没填，我都惊了。不知道的。等一会儿，还得往前走，不带圈。四个补偿器，地上八倍劲儿的，左边劝不劝，龙哥？哦，不劝。对，我去左边啊。啊，对，到家这回就左边了，是左边。对，我这会耳机戴对了，我他妈之前耳机戴反了。啊。对，左边出的枪声。不是刘晓松，你为什么跟少将在一块的时候就是少将开车呢？没有啊。现在不就是少将开车吗？这是决赛圈啊，决赛圈得有目标啊，你懂，你懂不溜啊？你开车都到得了决赛圈吗？哎呀呀呀呀呀！我进来警示一下，告诉他们这没有我进来了。我懂了，我懂了。把车绑上，对，我没骗人啊，这真是这样啊。什么？主播居然没骗人吗？没骗人啊。想从旁边那个楼好像比较高，去要不去旁边那个楼？这个一号不在这个楼，走。这个楼是个高楼，直接跑出去就行。明天就应该有一个人把那个我整个这局游戏的这个我劝待士的这个东西给录屏下来，让人看看咱们这个队友是有多难劝。呦呦呦！打起来，打起来！看见车了，看见车了吗？挺热的。这儿，小孙，
对，一号标尾。我们先上回刚才那楼吧，回刚才那楼吧，咱楼可以上楼顶三层，直接上。一起上左边那个楼吧。左边那个楼有三层楼顶。那个什么，我猜的啊，我没进过这楼。这上不去，只有二层。完了，我去隔壁。哎呦我天哪，我这么激烈吗？俩空调落一块儿了。你不能这么瞄，你这不是在打双轨，人都砍你。我你俩一个栓居都没有。这空投不止俩吧？我想说，这他妈二十个。刘晓松怎么没换刚才八倍镜啊？我没拿着八倍镜，我那包里全有一个包里，有个包里有啊。哦，这是那个全是空投的那个地儿。我真是日了，稻草人是什么意思？又开车稻草人没用呀。稻草人什么意思？稻草人是一个人做稻草人，还是有个稻草人？你现在给我找着稻草人，你能找得着吗？哎、你就整他没用的。稻草人有什么用啊？你就整他没用。那个箱子上有人，那空投那有人，帮主。嗯，那肯定有、啊。那个捡的。打他呀！我打他，他不出来了。小松，我在圈里等你啊，一会儿你过来就行了。一步进圈，不用着急。别打了，再打他妈死了，感觉。谁死了？我感觉你要死。那你有点是说。你有点草率了。你在质疑谁？哎。有点草率了。尹哥。有三个人观战刘晓松，除了咱俩还有一个人，谁呀？天哪！他一定很后悔，不是？他是随机观察到的吧？那他妈不必是玩具枪看咱们是不是结束吗？啊！我玩具枪肯定隔着屏幕在那乐你呢，刘晓松。行，太变态了，我操！太变态了，你怎么一看？但是你大概率是让他妈雇的人干死啊！他弄完自己自雷了，然后就看你。玩具枪这是老变态啊！我的天哪，真的是自雷了。就刚才那堆盒子，真的是有自雷的，有自雷的。老变态，嗯，老变态玩的，他是不是因为我狙死他了？我们这个证据链现在越来越完善了啊！哎呀，洗不干净了，玩具枪。鹏哥，你说，哎。松哥是这样，现在十个人二打四打四，咱们俩出去肯定是死，他们一倒人咱就冲出去好吧。行、咱们这么着呗，那咱们等什么时候场面上有四个生存的时候咱们俩冲，这样的话二对二就比较合理。那如果是变成六个生存四打二呢？你不是很尴尬？所以只要两边各倒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咱就可以出去了，对吧？嗯，不是，我觉得你们打起来了你们吃不了了这鸡。你知道为什么吗？嗯，现在这个人又开始观察少将了，我觉得是饮料打上，不是，我觉得是玩具枪有朋友在这块观战给他爆点呢。一号标可以去，有延迟，要这也没延迟。走吧，上车吗？嗯，一号标可以去。玩具枪都没直播，那肯定玩具枪不可能直播呀，他肯定下了播干我们呀，真是。他敢直播，那不是实锤。我前面出事儿了呀！不是，为啥是跪了？他不是趴着跪。往后拔，往后拔。对，好，我敬你，我敬你。有一个人跑过来了，不会车坏了吧？就在正前方。管我了，我又倒了。他们全打你了。
这就是那八个人，那这边就是刚才那八个人组队的。就是那八个人。这车怎么？哎呀，我真是吐了呀，这狗肉子！哎，我怎么我还看不到淘汰画面是为啥呀？这是八打二，谁能打得了啊？哦，不会是八个人一队吧？怎么火力这么猛啊？哎呀，不是他们真的是八个人一队的吗？怎么这火力这么猛啊？而且互相不打的，就打我俩。对呀，我跟影哥就这么死的。我就那八个人吃了呀，我生气了。